你给我两千八开下去了，我就打灯干嘛？你要小心灯效果。是哦，刚才办事处好像有两千八。兄弟，那就是这个，还有叫我买一个一两百块的灯泡，灯泡外面还是有，这个还有吧？对，这个也是。哈哈哈哈哈！有点像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。太大声听不到。对，那我今天穿的反正是秋冬的袖款，然后这
好，应该大哥 OK 吗？大哥 OK 吗？要的挥一下手，要的挥一下手。OK， 好。好，
到位置，我带上一人回去。来来来，我去联访，我去联访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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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可以先拍照。他好像有点热。是 TOS 的秋冬的秀款，那这件呢是有点军装的
短版的洋装，然后里面呢搭配就是一定秋冬也会要的高领毛衣，非常非常的俏丽可爱。然后再来搭配的今天很重要是我脚上这双靴子，它这次娇迪的新款，上面也是啊，你们看不到，就是有豆豆的元素在，非常的可爱。因为 TOS 最让大家就是有名的就是它的豆豆鞋，那这一次的靴子呢，它的皮革很挺，所以看起来我的腿呢就很修长很直，很喜欢今天的穿啊。还有包包，刚刚拿的那个是 D Styling 的，非常非常可爱，而且它今年出了微型 micro 款，就是 mini bag 已经不够了，他们出的是 micro， 非常非常的可爱。然后我拿的是红色，就很像秋天的枫叶的颜色。现在是自己要上时尚街，好像很常出席在这种时尚场。也不是这么说，因为我觉得时尚啊，精品啊，很多东西就是会让人家带来很美好的感受。你再看到它的设计，它的工艺，你就会觉得哇，这个是它会让你觉得幸福，觉得美好的时刻。对，所以也很谢谢大家懂得欣赏我的美好，毕竟我的美在时尚界可能比较有点难懂吧。我跟你们讲一个很好笑的，就是本来我就是在试穿我今天要穿的衣服，因为秀上款就是那几款这样，那其中有一款他们就是也很希望我穿，因为是粉红色的。然后我一看到那照片说刘雯，你想整死我啊，我不要穿那件了、啊就是因为人家是 model 嘛，穿起来就是非常非常好看。我穿起来当然也会我的娇俏啦但我还是就选择这一款，就是比较看不太出那个腿的长度的公分差距的这种服饰，所以人还是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时尚装扮。相较之下，好像衣领又没有这种时尚感。哎，怎么了？是吗？怎么了？请问你是哪一家的做这样子的攻击？不会啦，我觉得我们都是有自己喜欢的，不管是喜欢的工作也好，然后喜欢的项目啊什么的，都就是有自己选择的开心的。最近心情还好吗？怎么了？我心情很好啊。问你们想问什么就问，讲的像真是大哥也很累。对那个之前就是网友攻击的事情，现在还会在意吗？哦，你们问的是就是我节目上面哦，他问的是节目上面。哦，因为那一集，因为女人二八，我就是都会跟来现场的姐妹，就真的是像姐妹淘一样的聊天。那天就在讲到，因为是网红嘛，做的是网红，当然他们网红你要红，少不了就是要先攻击你，越攻击你越红的概念嘛。所以他们在讲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很心疼的，所以我只是想要分享我的经历。就是我不是网红，因为我是明星，然后我很早就出道了，我已经出道了这么久，但是在遭遇到攻击的时候我还是会难过，所以就觉得说你们不用太担心，就是一个已经当知名人物很久的姐姐在遭遇事情的时候也是会难过，我是想要安慰他们啦。所以我本来是想要安慰，结果怎么知道自己讲一讲，哦，入戏了呢，讲一讲，然后我就突然爆哭，然后我自己也吓到。但是我也许大家会很担心，可是其实不用太替我担心，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讲出来，我可以哭出来，其实就代表他在我心目中已经没有那么深的烙印了。对，所以别担心。网友真的很嘴巴很怪，我以前有这样想过，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像我当我自己当网友，也就是我在遨游手机世界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是一个好的网友跟坏或者是一个嘴巴比较恶毒的网友，其实也是看我自己的状态。如果我今天我遭遇很多瞎事，很不顺利，比如工作人员跟我唱反调，然后在那边忤逆我，就譬如你遭遇到很多瞎事的时候，其实你在看到很多新闻的时候，你是很愤怒的。那我当然，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样隐藏我的姓名，我怕被大家发现。那如果我可以真的安全性的隐藏的话，搞不好我也会成为那个，文字很恶毒的网友之一。我是说真的，因为我自己状况不好，我会想要发泄我各种的愤怒，所以，我现在都会试着比较用理解的心情，就觉得如果你打这个文字出来，它能够让你抒压，那我觉得也没关系，对我来说也是功德一件嘛。
所以也鼓励大家可以这样子想吧。当然还是尽量的话，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每天生活都很顺利，所以就算我在遨游网络的时候，我也可以是很善良充满爱的网友。赶快转换一下，学那个沙发的。转换一下，你想问什么？想问，因为这次 Albert 的主题是 Happy Moment 啊，有这有结合。对，这次的主题就是有 Happy Moments， 然后他列了很多就是跟女性相关的 Happy Moment。那我自己最近的 Happy Moment 呢，就是 Happy to be with flowers and Happy to drink champagne。有 champagne 吗？对，因为最近就迷上插花，我觉得插花。我很后悔自己这么晚才认识花朵的可爱，但是因为也很合理，因为我很怕虫嘛，所以那因为我去插花的时候，老师都已经把花材整理好了，对，所以就觉得很有成就感，而且我真的一路以来都会是好学生、资优生的那种，因为我们去插花都会先是用模仿的嘛，老师插一盆这样，然后我在同班里面，我都会是最接近老师的真品的那一个同学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，可是因为我是很会模仿，就是我很会看到的，然后把它做成一样的。但如果有一天要开始自由自在展现自己的花道的时候，可能我就没有那么行这样。可是因此就觉得怎么插花这么美，看到一盆花在家里面，然后就觉得啊，好幸福，好美好哦。然后我就真的很想开花店，但我现在毫无头绪。我这两天在想说我要怎么开啊，就是要从什么时候地方开啊，然后很多人就说你至少要先有店面啊，我说哈，店面那我是要租的还是要买的啊，就是开始各种想法。所以如果有人知道要怎么样让我圆这个梦的话，欢迎跟认真美好公司联络，我们很愿意来洽谈。你说最近有收过异性送的吗？谁没有？最近哦，最近啊，哎，你干嘛？你哪里的？最近没有哎，最近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稻花，我也不会跟你们分享。在这边就先抱歉了。那赶快选一下，今天跨司最想收到哪一个气球？我真的很喜欢这一次 D Styling 的那个 Micro 的包，真的太可爱，就是这么小巧，然后因为它的设计就很像一个蝴蝶结，然后但我个人收藏最多的 Tots 的包其实是 New Joy， 就是在那个上面的款式讲出来，就是你们也都会觉得很棒，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实用，很耐装，然后我都可以放进保温壶，然后它的直立式的设计，你可以放很多东西一目了然，然后它很多的夹层，你会很惊叹，觉得那个包材太美好，然后可以手提，可以肩背，可以斜背，所以那个包呢，我就有两个。所以男生送花比较开心，送包。如果说先送花，然后就觉得哇好棒好美好，然后再拿出个包，那不就是完美？我觉得不一样，因为花是真的是一种很浪漫，因为花都是就是有花期嘛，如果是鲜花的话，你就知道它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但是一个包包它可以陪伴你很久，就是好用的、耐用的意大利手工艺的 Tots 包，那就是更好用、更耐久。好的，大家还是关心，就是接下来唱歌的部分有没有计划？其实我一直都还是有很努力的去上课，然后因为金曲奖的表演之后，也有很多很非常友善的人跟我联系，就是他们也是在各方面，可能就是唱歌方面的专业的老师。那我觉得我接受到他们的这样的善意，释出善意之后，我就会很努力的想说，那每个都去联系看看，然后去尝试看看能不能找到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方法。对，那至于在工作的部分，我觉得就先暂缓吧，就是本来其实也就这样啊，跟个人的唱歌相关的工作还有作品应该就不会是今年的计划。所以真的在我彩排的时候就崩溃了，彩排的时候，哦，那时候崩溃是因为我知道说我们，是站一人站在一片，因为本来以为是三个人站一片，后来可能是看了我的重量发现，喂，没有啦，不是，就是他们本来设计就是一人站一片，然后我就，所以我们不会站在同一个平面，
因为对我而言，我已经因为我有点阴影了，已经有点害怕了。然后姐妹又不在旁边，就是我牵不到她的手，我看不到她的眼睛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怎么会很那么慌？然后所以在彩排的时候就已经先崩溃了，这样。对，但是当然我姐妹都给。就是就像我在那个文字里面分享到，就是他们就是在背后给我很大的力量。那九月呢？就跟合体的有没有机会？哎，他还是这样。上一次他们俩怎么回答？对，你们都是看到两个回答。我们就一个放 A 别回来，一个放 A 回来。嗯，就是对。目前就是先这样。好哦，弟弟之前有说要放暑假，所以你会赶快一起放暑假吗？他说九月想放暑假。九月的暑假？怎么有点晚的暑假？对啊，他说他想要。我是应该十月的时候也是庆祝自己的生日月，就会应该会放个大假。但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的化妆师好像要去休假，所以短时间我就跟随着我的化妆师一起休假。十月吧，就希望。其实我没有特别想放假，因为我随时都想安排休假。像我最近就是这个礼拜会连续工作三天，今天是第二天的，我就已经有点崩溃的感觉了。然后就在家里聊天室跟我妈妈说：“妈，我觉得一个礼拜工作两天差不多。”然后我妈就说：“年轻人就是要辛苦一点呐、啊。”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你们辛苦了，因为你们一个在工作五天，我知道。你的工作人员工作两天吗？他们是比较责任制啦。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们就靠近，我们会把。谢谢。谢谢。前面的群访，那我先进去了。